안녕하세요. 温顺，你跟你老公还好？陈嘉玲，把门关上。陈嘉玲，何老师来啊！何老师，老师，你来了。我是不是跟你讲过，不要轻易放弃自己？无缘无分，得从头来一件吧。把小孩弄丢了，还是谁考你？啊！哎呦，啊哎呦，啊！在哪里呢？阿玲啊，你会记得无？你细汉的时啊，爸爸有跟你讲哦。我要起一间书屋，予你甲陈家明算啊！歹势啦，甲你讲好拢无做到啊！啊，过了十年啊，看一个影嘛无看的，啊，颠倒是你家己啦！啊，起一间遐水的厝，你来看卖。等你身体较好，你嘛会当用啊。会好嘛，袂完全啊啦！你讲哦，若毋是恁蔡永生，你真可能就看无爸爸啊！啥？你哪会爬这么悬啊？他坐底下脚看是还好啦，啊，爬起来才了有感觉到你。就是你个少年，你个少年。哦哦哦！啥那那会跳到安尼啦？你哦，无啦哦哦！这你是阿个谁你的啦？阿个你跑去刺青？谁你的啦？他好，老夏，老当益壮啦！啊，我哪会知影讲迄车伫遐停呢啊？啊都啊，唔只想讲都。就车安尼就好啊啦！哦，老当益壮。少年时哦，爸爸哦想要做的代志，安尼百项拢无做啦。嗯，我想讲阁有时间啊，偷偷来啊。哪会知影讲吼，时间呢咻一下就过去啊！啊，才发现讲家己啥物拢无做啦，啊，安尼就老啊了，身体嘛袂堪的啊。嗯，啊，你是咧哭呢？啊？时间啊，我要停静啊！我也想讲，我来拍一罐玻尿酸，看我会较水无？得来点倒摆呐！哈！好啦！你惨啊！你无拍电话来啊！阿伯接啦，阿伯。别烦恼啊，爸在家。不是我讲的哦，啊，不是我讲的啊，完蛋，你完蛋，你跟你白讲啊。